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。叫我们好惊奇，从来都兴高采烈，从来不淡漠，眼泪、欢笑、深思，全是第一次。来来来来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歌。时间有力量，有燃烧的信念，我们渴望生活，渴望在天上飞。如果咱们老是在这儿露营，没有提问，没有考试，没有及格和不及格，那多好啊！老是露营就没意思了。生活是一种匆忙的追求，恬静和安逸是对追求的报答。呵，大哲学家。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快乐总是暂时的。杨云，张世群，我是来通知你们夏令营最后一项活动，去野餐。呵，真带劲儿。哎，我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夜就要结束了，我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就要开始了。哎，昨晚上你念的诗棒极了，昨晚上的萤火烤得我那热呀，做梦都梦见吃冰棍了。好，一会儿到颐和园我请你。梦里的冰棍也能买得到？你买根真的冰棍给我，我把梦里所有的冰棍都让给你。还没到啊？到了，你们看哪儿？在那儿呢。走这个，别动。哎，
你们瞧，他在干，他在使坏呢。哎，邻居们，我们一对哦。喝水吧。哎，告诉你们，我从学校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。什么惊人的消息？其实啊，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想用惊人这个词儿练练道具。我说据说啊，根据上学期的成绩，学校要发一批奖章。干嘛发奖章？奖章鼓励学习吧。哎，杨强银，你真有希望。哎，杨强银，你真有希望。得了吧，上学期我根本没塌下心来念书啊。哎，看你说的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哎，李春，你说得奖章有什么好处啊？坐电车可以不打票。我上学期的代数还得补考呢。没关系。哎呀，得了得了，我求求你们别说了，一提起数学呀，我心都凉了，我太笨了。瞧你说的。真的，我妈生下我就没奶，用面糊把我喂大的，所以我脑子里啊全是浆糊。好点了吗？嗯，你好吧。嗯，你刚来啊？哎，去宿舍了吗？咱俩这床挺挨着，看见没有？是吗？爸爸，哎，是奖章吗？哎，是。我看看。哎，别动！你瞧你这手，一会儿就能看了。这学期袁先生当咱们班主任吗？嗯。嘿，给我。嘿，你瞧，那是生物实验室，这是……哦，郑波。哎，袁先生，来认识一下，这是新转学来的胡玛丽同学。啊，欢迎你，我叫郑波，杨小雨。怎么？他们会帮助你的。郑波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党员。好，先去吧。走吧。回见。他是个孤儿，从小在教会的孤儿院长大的，现在一个外国嬷嬷在照管他生活。别忘了多帮助我们，带动大家一起进步。你们也多帮助我。哎，那我给你提条意见，希望你每天能坚持读报半小时。这么说，我不关心时事，不配得奖章了。你自己判断吧。哼，我早知道有人心里不痛快。我也早知道有人会这样说的。杨强云没有得到奖章，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。我不怕，有话我照讲。有些该得奖的没得到，有些得了奖的倒不配。请问谁该得奖章没得到？比如他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请给佩戴的人戴吧。哎，李春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奖章是学校对你的奖励，给戴上吧。希望你今后明确学习目的，得
得了吧，杨强云，我劝你啊，别净说漂亮话了。什么公约了保证了，有什么用？能做到好好念书这一条就不错。强云，哎，你别，哼。别生气，杨强云，咱们一块散散心去吧。别管我，走吧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说什么？反驳李春啊。李春的话也有对的一面。当然了，中国人说中国话，至少文法是对的。哼，杨昌云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这个中学生应该重新做起。满面长风，东口四不亮，东口不亮，西口不亮，哈路上不亮，海边渔场。请同学们记住，两条曲线在交点处的切线的夹角叫做两条曲线的交角，如果两条曲线在一交点处的两条切线重合，那么叫做两条曲线在这一点相切。哎，汤来啦。上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集中注意力的？我怎么总弄不好啊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使劲听呗。嗯，得锻炼锻炼意志。嗯，我打球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，天塌下来都挨不着我。说呀，对什么有兴趣注意力集中？我吃肉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，吃白菜就差点。你们呢，干什么都不如说废话的时候注意力集中。哎，你们别说，常福这话还有点道理。感情啊。哎。袁先生给了我份历史卷子，哎，你看看吧。义和团是中国最大的一次劫难，魔鬼们焚烧教堂，杀死主的信徒，主派遣自己的孩子惩治魔鬼。什么？这胡玛丽？哎，嗯，他怎么这样？我看呐，这不会是胡玛丽自个儿想出来的，一定是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灌输给他的。这可真让人想不到。我借这本书给他看看。同学们都那么快活。哎，哎呦，起来起来。你为什么不愿和大家一起玩呢？嗯嗯，哦，这是给你借的，谢谢。告诉我胡玛丽，你喜欢咱们班吗？振波来啊。哎，喜欢咱们同学吗？嗯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跟我们总像陌生人一样呢？你不想跟大家谈谈心吗？是你的监护人，你的嬷嬷不允许吧？你不能说他，他是我的恩人，我的恩人。我什么亲人也没有。不，胡玛丽，你有同学，你有我们，我们都可以做你的亲姐妹，真的。我和
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有信仰。啊。找谁呀？我找苏宁。啊，找我们家二小姐呀。您快请进来吧。苏宁的病好点了吗？哎呀，这两天的身子骨还是不大舒坦。哎，这会儿他兴许歇着呢吧。赵妈，打水。哎，老爷，这就来了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您自个儿去吧啊。徐老板，来来来来来，去吧去吧啊。没坐马上何不行？苏宁，杨强仪，你来看我太好了，我都快要闷死了。你的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哎，快躺下吧。啊，没关系的。哟，哎，快给我，给你。鬼恋，你在看这种书？我头疼，看别的书我觉得累得慌。看这种书你不觉得气得慌？张妹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哦，这是我哥哥苏军，我叫杨强云。哦，小妹的好朋友。嗯，坐。好，坐。马棠，哎，常听小妹说你对她的帮助很大，谢谢。干嘛要谢呢？现在的中学生生活的怎么样？嗯，你指什么呢？一切都好。我哥哥解放前上的大学，后来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一直休学在家里。嗯，小妹在学校怎么样？挺好，就是不活泼，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。嗯，这倒未必是坏事。现在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，中学生负担之重。当然我不反对结社自由，不过也不赞成无所事事的浪费青春。你根本不了解我们，我们的生活是积极的，有目的的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一种责任。你本人也应该这样啊。难道你在家里闲着倒不是无所事事，浪费青春？真厉害。是青年团员吗？是啊，结社自由，您不是也不反对吗？当然。赵妈，不，我去给你沏杯茶。看我哥对你多好。哼，你这个家，这个房间，就连你的那个哥哥呀，都有一股子霉味儿。你唱的那些破流行小曲儿，这破画，这画不是我挂的，还有这破书，又鬼又恋，你呀，误得病才怪呢。二小姐，苏宁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都怪我不好，我太冒失了，我不该这么说啊。哎。我是来给你补习功课的，你看，笔记本都带来了。别哭了啊，国庆节快到了，你病好了，到了学校就什么都好了啊。来，
你看，这是我们上的新课。哦，对了，从这儿开始。记得咱们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那一天吗？啊，郑伯，你就是站在这儿喊口号的。我们的脚下呀，是一大堆垃圾。对对对，你们这个小辫儿，看着样子。这些英雄多幸运啊！不过，还有另一种英雄，像刘胡兰、董存瑞。他们连生命都牺牲了，不是吗？向清远军圣旨致敬！向清远军圣旨致敬！那么李春，你愿意做哪种英雄呢？我没有想过。英雄有不同的命运，可是算计着自己命运的人，永远成不了英雄。嗯，不听他的说，精彩的政治格言，走吧。里边整理一下吧。哎，快走啊，到那儿去，快点来。哎，你看那儿，你看里边。哎呀，到百货公司去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。哟，苏二小姐，苏大掌柜的身体好吗？要买点什么？走，上咱们国营的去。哎，苏。哎，你看这，你又怎么了？我爸爸有严重的不法行为，他的商行关门了。他现在整天在家打麻将发脾气，他会得到改造的。别那么多愁善感了。哎哎，你瞧，香瓜子儿，瞧这个好。我从小啊就爱吃这个糖。这个呀，我喜欢那个。哎，可惜没钱买呀。那就在这看吧，看一会儿也够满足的了。那五百。哎，看我的。要什么？哟哟，给我买糖。买多少？哎，要这个，要这个。啊？您看着办吧。给。大街是我的，我的楼房是我的，我的橱窗里陈列着美酒水果，我的合作社资金雄厚。郑波，是田林。你好啊，田林。你好，好久好久没见到你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，嘿，你长高了啊，也长大了。哎，同志。啊啊，给我买下了啊。我上个月就调到了青年日报当了编辑。哦，这是我第一次领了工资，就买了一双鞋。郑波，走啊。哎，我遇见个老战友，你们先走吧，快点。哎，哎，你还记得这条胡同吗？48年冬天就在这儿，我把装的传单的书包和你的书包交换。那是咱们最后一次联系啊，那时候可真有意思。是啊，不过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好像这么高，才14岁，一个小不点儿。那你自己呢？当然，我也是小不点儿。是这样的，一伙少年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着被捕牺牲。今天见着你，我特别高兴。我总觉得在我们做过地下斗争的同志中间，好像有一种特殊的东西。你可真有意思。Thank you.
哎，李春，你做完了？哎，给我讲讲好吗？我也讲不好。哎，你来。老讲，讲讲吧，啊。吴长福，来，哎，来呀、啊，快点，咱们呐，一起来收拾这个坏小子啊！谁呀、啊？第三题呀、啊！哦。哎呀，对了对了，苏宁，嗯，从这儿进攻 ，x 平方，这就是鸭绿江，跨过鸭绿江。小点声吧。嘿，姑娘们，你们是叫第三题难住了吧？我也是，回到宿舍想啊想，到底给想出来了。快走吧你。哎，郑波，让我给你讲了吧。哦，算了。郑波，让我告诉你吧。劳驾，你让我自己想。哎呀，劳驾还是让我讲了吧。哎呀，劳驾，你可千万别讲。哎，郑波，郑波，你别自己哭想了。哎，郑波，你看这很容易的。哎，你看，哎哎，郑波，袁心之，哎，劳驾，要不你给我讲讲？哎，行，你瞧，这样，先求出 x 平方，再利用这个公式去求 y， 怎么样？听懂了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先求出 x 平方，再利用这个公式去求 y。就是这样，你看，啊，那样可以，你们先走吧，我等等郑波啊。那咱们也等会儿吧。杨倩云啊，请你还给郑波。看了吗？嗯，怎么样？默默说这是宣传。哎，你，我想上你那儿去玩玩，欢迎吗？对不起，默默不喜欢客人。哎，胡玛丽，你不看电影去了？哎，你走了？是啊。哦，
节目肥猪舞，不花钱不买票，快来看肥猪舞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别围在这儿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玩玩呗。你刚才在喊什么？他在喊肥猪舞，大家都听见了。太不像话！给他打点水来。哎，毕业班大姐姐了，闹得小同学都来看热闹，这像话吗？吴长福啊，你可太缺乏自尊心了。吴长福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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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咱们今天上新课啊？是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这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吗？啊，这文章谁写的？不知道。苏宁，班长，我要求把长报稿拿下来啊。那怎么可以呢？这是小题大做，趁机打击别人。李春，你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。哼，啊，不行，把稿子拿下来，到底是谁写的我一定要查清楚。你班长要是不拿，我就去拿。你没有这个权利。哼呀，他自杀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们借这儿开个团小组会，来谈谈撕墙报的事情。我们也请了有关同学来参加，来坐吧。嗯，大家说说吧。跟吴长福同学闹着玩，我也是主谋之一，确实闹得太过分了，不够尊重同学。在这儿我当面向吴长福同学道歉。可是李春他真是，我不会说话，可他那撕墙报的行为太霸道，打排球扣球也没有像他那么凶的。那李春，你谈谈吧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以后我不跟吴昌福开玩笑，不给强暴提意见了。反正什么倒霉事我都担着，这对别人有好处。什么叫不该开玩笑？哎，谁不许你提意见了？你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错嘛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团支书，这么多人发言我接受不过来啊。这是什么话？撕强暴这件事，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我还是要说几句。李春，你有股傲气，自以为是，盛气凌人。等明天啊，我的学习奖章给杨强云带上了，就会说我谦虚了，也不会写强报稿了。你请坐。你卑鄙。哼，李春，你回来。看了李春的行为，听了他的话，都觉得那么生疏。不错，你功课好，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。可是
如果没有崇高的思想，没有高尚的道德，没有对集体的热爱，这样的同学即使每门功课都考200分又有什么用呢？透了。我再说一句，你们俩听了可不要不高兴。李春这个同学，依我看来，求学认真，热爱科学，学起来也能举一反三，这是很难能可贵啊。就因为他功课好，您就特别喜欢他。我的大直播委员，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。哎，来，你收了吧，我来。好。哦，让他来。我来，我来。来，你们坐。谢谢。来。谢谢。坐吧。当然，李春是有缺点的，还很明显。我也打算找他谈谈。谢先生提醒，这两天我也在想，我们对他是不是太刺激了。嗯，我觉着我们和李春的隔阂是历史遗留下来的。历史？是的，过去我们团的工作总是放在发动大家参加政治运动这方面，谁在这方面不积极就批评谁。对于李春，我觉着我们了解的也有不够全面的地方。依我的见解，如果引导得当，那他会是个有作为的青年。这样说不知对不对。先生，我是不是特别冒失？哦，我专干傻事儿吧。瞧你呵，心里美。嗯，你们这一代呀，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学生。我当学生的那个时候，也想做很多事，一心想当个数学家。可是，一场肺炎40天，就把什么都吹喽。怎么了？失学失业呗。你们现在呢？总像是好事多得来不及做，恨不得
一口气吹出个胖子来。是这样的，真是这样的啊。这就叫时势造人。我的时代造就了我，现在的时代又造就了你们。说起心里话，我还真羡慕你们这股傻劲儿。可是我们不能老那么傻呀。这个生活会陶冶我们的，记住。嗯。你也要记住我的大委员女儿。张诗琪，真巧，怎么你也来溜冰啊？啊，还记得我？哪能忘记呢？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。你长高了。是吗？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地质学院。我打算在穷乡僻壤干一辈子，做个土地爷。呵，真了不起。那你毕了业也来考我们学院，做个土地奶奶。你发现没有？嗯，滑冰有一种整体的快乐。整体啊，比如说你借了一双好鞋，你穿上正合适。你瞧，在冰场上看看大家，听听音乐，多美呀、啊！还有，你遇上个熟人，一个你常常想念的老朋友，高兴吧？所有这些，再加上滑冰本身的快乐，就构成滑冰快乐的整体。呵。听你分析滑冰啊，就像分析地质结构一样。我夏天没请你吃冰棍，现在请你喝杯红果汁吧。不，我要两串糖葫芦。好嘞。哎，再朗诵首诗吧。不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冬天，就讲个雪花吧。好。从前呢、啊？从前呢、啊，有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，家里什么人也没有，非常寂寞。冬天，他堆了个雪人，他说：“做我的孩子吧，我太闷得慌了。”雪人啊，忽然活了，穿着长长的白衣裳，美极了的一个姑娘。她给老太太唱歌、跳舞、担水、做饭，老太太的生活整个都变了样。可是，天气渐渐的暖和了，春天到了。雪姑娘悲哀起来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淌，后来她就不见了。老太太悲痛极了，她找啊找啊，找到山里，听见溪水在唱歌，亲爱的妈妈别伤心，阳光让我到大地上四处奔腾，等着我，等到雪花飘舞的日子，我又会悄悄地重新来临。啊，哎，快滑冰吧，咱们来比赛。Thank you.
我摔跤了。代表65中全体男生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！啊、谢谢，祝大家新年 好！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舞会，请请吧。跳跳舞多好啊。啊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呀，我哎，对不起，可以请您跳舞吗？过一会儿我就回来教你啊。真对不起你。没关系的，太晚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再见。哎，来了，玛丽。哎，可以问您的姓名吗？姓杨，你呢？赵晨，65中，高一，一班。贺新年，并祝你滑冰的成功。明年你毕业了，我不赞成你当土地奶奶，建议你学学什么？括号，你先猜一猜，谜底在信中找。怪我一时生了气才写了那张强暴稿，见你发了那么大火，我又不敢承认。什么强暴稿是你写的？不是。哎，得了，咱们把所有不愉快都让1952年带走吧。同学们，现在是23:59，离1953年只有1分钟了。
百分，明年哦不，今年夺得学习奖章。乔云，我也同样祝贺你。祝贺你，祝你活泼、快乐、美丽。谢谢。祝贺你。李春，我祝贺你。我也祝贺你。你祝我什么呢？祝我改正缺点。那么你呢？祝我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冒失，爱放炮，对不对？请问编辑部在哪儿？不行，今天晚上要排版的，你马上送来啊。给走。你找谁呀？我找田林。那他就是。你就是李春同学吗？是啊。你好你好。我叫田林。哟，你还提前到了呢，请坐请坐。那边稿子你送的。我今天约你来是想谈谈你的剧本。我能不能先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写它？我为了啊，请坐请坐，咱们随便聊聊。你是想表达一种？我想批评一种光讲大道理空理论的人，还有一种人吧，自己功课不好还嫉妒功课好的同学，还有我觉着你的作品中好像主张个人按个人的意见办事儿，不要组织，不要集体，还好像主张学生只要把功课学好了，别的什么也不用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批评的那位团支部书记，使我想起了一个人。哦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他家里很穷，母亲给人家做保姆。1948年，他才14岁的时候，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，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。他冒着危险，和许多大哥哥大姐姐一起，勇敢地从事地下斗争。现在他还在上中学，也担任着团支部书记的工作，要时刻想着帮助别人，自己功课并不好，但他刻苦拼命要赶上去。是啊，要赶上去。郑波，哎，天晴了，咱们的校园真美呀。是啊，美极了。哎，你也变得更美了，真的。这是咱们食堂发的，每人一份，给你。这个叫什么？蛋糕啊。哦，蛋糕。在孤儿院的时候看姑奶奶们哦，修女们吃过，谁也不敢问那叫什么。后来你是怎么离开孤儿院的呢？我15岁那年，姑奶奶要把我卖出去，卖给一个可怕极了的男人。我不干，头一回跟他们大哭大闹起来，过去我从来不敢那样。后来那个外国嬷嬷救了我，把我带了出来。他待你好吗？他有时候也骂我打我，
可那是为了我好，他向我传达主的旨意。我向他忏悔我的罪。你的罪？你有什么罪啊？有时候我不相信他的话，他说不要跟共产党来往，可是我常常想，像你这样好心的人不也是共产党员吗？哎呀，简单了，怎么了？你疯了呀？100分啊，毕业以后就能保送上大学了。哦，衷心祝贺你。什么呀？不是我，是你呀。我，你看，是你得了100分。嗯，这不得了100分吗？可真不容易啊，这个题目够难。李春，给你。哟，你怎么才得了80分啊？李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。哎哎哎！诸位诸位，本宿舍舍长吴长福阁下，呵呵，也就是本人，荣幸的向诸位宣布，下面开始寒假前的最后一个节目——大扫除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我找郑波。哟，是你呀？啊，快请坐吧。好，社长阁下。哎，来介绍一下吧，这是青年日报的编辑田林同志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老战友，欢迎你。嗯，快请坐吧。哎，不过我们宿舍挺乱的。不不，快坐吧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坐吧。哎，你快坐吧。好嘞。编辑同志，您是到我们学校来采访的吧？不不不，我想约郑波上街有点事儿。哎，社长阁下批准吗？我看可以批准。好嘞。哎，不过得有个条件。您得先猜猜哪张床是郑波的。那就猜不着啊，罚唱歌。罚唱歌。好，快猜。这张。对。怎么样？哎，我到这边。这张。还有一次。这张。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，他就是站在新桥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晨光。看见了吗？郑波走的时候啊，什么？哎呀，你来，你来，嗯，哎，何天林呢，手拉着手，胡说八道，哎，绝对没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再胡说，信不信？胡说，
杨强英来了。嗯，苏宁呢？他在屋里，请进吧。我给你带来什么了？什么？喏、桌呀！刘胡兰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也送你一件礼物，是吗？你看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自个儿做的。嗯。咦、哎？雄赳赳气昂昂。吃结果的怎么样？没意思。我是来给你大扫除的，把这房间变个样好吗？好。哎呦，真盼着你来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又怕你生气。我干嘛要生气呀、我最近常和呼玛丽在一起，那天我看她的衣服太旧了，我就想送她一件衣服。你做得对，苏宁。可她说什么也不要，她说她什么罪都受得了。她还对我说，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心里空虚，觉得痛苦，像迷途的羔羊似的觉得迷茫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寄托。胡说，这什么话？当然了，他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呀、可是我好像被他的精神打动了，我想到我自己，想到我这个家，我的命不好，所以常常感到痛苦，有的时候哭极了。后来我就跟他去了几次教堂。什么？你晕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会生气的。我不生气。我有什么权利生气？你有你的自由吗？我有什么权利干涉你？杨强云，你别这样。我真傻。我还以为你变得用功了，快活了，我是多么高兴啊！为了让你生活的充实，有信心，我愿意做一切事情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你，强云，强云，你别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。我干嘛要送你这个？再见了，杨强云。杨强云，怎么了，小梅？强云，杨强云，请你再坐一会儿吧。哎，小梅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，我向你道歉。谢谢。哎，票不退了。还记得我吗？我请你跳过舞，杨，我买了两张电影票，可是我那同学突然病了，肚子疼，您愿意去看吗？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学生，你知道我的操行评语是什么，你知道我大考几门不及格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子疼。谁呀？啊！你可真行啊，这么大的姑娘还爬铁门，你也不害臊。我刚才叫了半天的门，谁叫你没听见？你犯了校规，还有理了？怪我不好，怪我不好，行了吧？倒霉，真倒霉，什么倒霉事都叫我碰上了。你给我，就不给你，赶紧啊，扔吧，卖吧，不卖不卖怎么办？再把老婆孩子全卖了吧，欠了那么多的税，要退赔，要罚款，你给我。怎么了？我不活了，松开着点，我这日子把手指盒子给我，你不给我，我今天给你没完。你们吵什么吵？别吵了，太太，快进屋歇吧。看你还像不像做父母的样子？今儿是星期天，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如果你忙，那就改日吧。哎，在这儿。你不喜欢？没什么，体验一下生活嘛。这边坐。二位来点什么？两碗油茶，一碟撒琪玛。两碗油茶，一碟撒琪玛。这个店的青丝、红丝、桂花做的也特别好。你有什么事？我在外地找到了工作。祝贺你。谢谢。以后多多照顾小妹。当然。别嫌她落后。哪儿的话，那天怪我太急躁，应该请她原谅我。小妹同你们不一样，她的心从小就受过伤害。有件事儿谁都不知道，希望你。我的姐夫是个国民党的军官，那年他路过北京，住在我们家。有一天他喝醉了酒，带小妹出去玩，
直到很晚才回来。我看见小妹头发乱了，眼也发直，就好像得了热病似的。原来是那个混蛋的姐夫。我知道以后抓几把菜刀就冲进他的房里。你为什么不看？他有枪。饶恕我，我糊涂，我太简单了，苏宁。全知道了，全明白了，明白。你哥哥都告诉我了，这没什么，苏宁，这没什么，这有什么呢？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我们仇恨他们，那些坏蛋魔鬼，那个旧社会。苏宁，我们应该活得快活，活得比谁都美啊！可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。不，过去的事情就像是被狗咬了一口，被蝎子蛰了一下，就像做了一场噩梦。别哭了，听我的话。我害怕。害怕？害怕谁？害怕什么？快告诉我。害怕将来人家不会喜欢我了。那如果有这种人因为这个不喜欢你，那他就是混蛋。可是你
何必要别人喜欢呢？那顶讨厌了。咱们俩互相喜欢好了。永远。心里有个秘密，可是我知道，我全知道。不，我已经给田玲回了一封信，我让她，请她以后不要来找我了。怎么？为什么？她不好吗？不，她好。你们吵架了？没有。那你不满意她哪一点呢？也没有。那到底为什么呢？哎，别敲了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明白，可是我觉得你是对的。田林，你纯洁无私的友谊我终身难忘，但是我还是个孩子，面对伟大的时代，我是这样的贫乏可怜，对社会我什么义务也没有尽到，哪还有权利谈别的呢？因此这是不可能的，原谅我。生活有宽大坚实的翅膀，他永远会温暖着你和我。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再说让我演讲那才是赶鸭子上架呢。我认识问题很片面，还是杨强云讲吧。这，哎，李春看的书多，他选的材料一定很有意思。啊，对对对，李春的知识面广，口才又流利，当然应该是他讲了。我愿意帮他做准备。哎，这个办不好，李春，我给你做助手。要不要？李春，你就讲了吧。啊，答应了吧。就这么定了。李春，你一定能讲好的。快答应吧。嗯。郑波，我收到一张纸条。你看，兹定于明日下午20:00于小草坪，请您给我提提意见。李春，我也有一张。
嗨，我这儿也收到一张请帖，三张。李春儿，嗯，怎么你想召开大会呀？我要改正缺点，不过不是因为你们批评了我叫我改我才改的，我现在自己想改了。你呀，哎，就是太傲气了，连改正缺点都带着傲气去改。你有很多优点，可是你常常心情不好，不快活，是吗？一件事顺利了，你立刻觉得自己比谁都强，碰了钉子，你马上就委屈得不得了。这都是因为你平时对同学对集体缺乏一种崇高的爱，你承认吗？嗯，明儿你们狠狠地批评我吧。不，你就让我今儿都说了啊。就拿这次的演讲来说吧，你又是考虑我，你是你自己的吗？你代表我，郑波，严新之，你代表我们全班呢。以后你常提醒着我点儿，批评我，骂我，别管我生不生气。哎，我偷看了你的秘密，不生气吧？你看，我都给你粘好了。留着吧，将来等我们长大了再看看，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李春儿，怎么了？李春儿，李春儿，哪儿不舒服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李春儿，不好吗？和同学闹矛盾了吗？是不是准备演讲有困难？你说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啊，大夫说我非得戴眼镜了。350度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热爱知识。我这样讲行吗？挺好的，哎，挺好的，顺溜吧，接着讲吧。哎，表现得自然点。学习是我们巨大而光荣的任务，学习的动力是什么呢？是为了父母的夸奖和老师的表扬，或者带上漂亮的奖章吗？不，推动我们学习的在于对知识的渴望和探求，和祖国建设的需要。我们的先人，人类知识的奠基者，往往是文武全才，一身而数任。大家熟悉的名画《蒙娜丽莎》的作者达芬奇，就同时又是物理学家、哲学家和天文学家。他自制仪器来观察天象，瞧讲得多棒。甚至自制钟表，在他制造的第一只钟上就刻上了一行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句子。我们有的是各种方法来量度我们困苦的日子。真了不起。
谁？达芬奇还是李春？哎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们要继承前人的遗产，赶上并超过我们的前人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。难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？好极了，你讲得真棒啊，小白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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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风度，真棒，这哪里一了。明天咱们团支部要举行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团日活动，全班同学都参加，你一定要去。我是想去的。哎，明天有弥撒，教堂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又是你的嬷嬷不允许。嬷嬷说这种活动有政治目的，参加了就亵渎了主，是有罪的。有罪？你告诉他有罪我担着，那就惩罚我郑波好了。玛丽，你也是新中国的青年，他没有权利干涉你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啊。为了让你和我们一样快活，和大家一起参加团日，大家商量了又商量，袁心之回去给你拿衬衫，苏宁去拿花裙子，新的还从来没穿过呢。校长找你谈过了。嗯，是保送上大学？不，让我留校专做团的工作。什么？这太可惜了，你功课那么好。别这么说，我喜欢咱们学校，喜欢团的工作。哎，苏宁，哎，走吧。
我也说不清楚，可他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。哎，快啊！哎，张世群！哎，杨强宇！我们快要毕业了！祝贺你，祝贺你们走向生活！什么时候再见面？在大学生联欢会上。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。不国庆十周年、20周年、30周年典礼上。那时候啊，我们都